我是潘普千，为 Neverforce 答案所提供的录音，唐诗三百首卷一第25，与高色摄具灯持因子浮图，作者岑参。塔势如涌出，乌高耸天宫，灯临出世界，灯道盘虚空，突兀压神州，争荣如鬼宫。四角外白日，七层摩苍穹，下窥紫高鸟，俯听闻惊风，连山若波涛，奔骤如朝东，清淮夹池道，宫管何玲珑，秋色从西来，苍然满关中，五陵北原上，万古青蒙蒙，静理了何悟，圣恩宿所中，世将挂冠去，角度之无穷。读完了， Neverforce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